北京人夏天都去哪儿玩？这条视频您收藏好了。想户外跑跑步，首选奥林匹克公园，它是免费的。想玩水的，可以选择水魔方、水立方，听着就凉快。今儿我带大家体验一下京城最火最潮的体育项目，就是极限飞盘运动。它是一项最轻松、最快乐、入门最简单的爆燃脂运动。如果你在北京没有体验过，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都市丽人了。快来跟我一起感受飞盘运动的魅力吧！正好现在是迪卡侬北京16周年庆，7月16到7月17还有嗨购节哦。会员可用积分兑换专属礼券包和户外活动，除了飞盘，还能参加开艇节和露营节。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哦！关注北京小寒天。